先锋败了，想必你有几分神通。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，与我相克，三昧神锋都不能伤他分毫。要引那妖怪出来，需要用擂鼓之法。我擂响大鼓，引出巨虫。若你愿前去，待时机一到，夺了他的法宝，我便能施法降服此妖。是这天尽头的百姓为抵御太阳西沉入海的海贝，海水沸腾，声音之大可以震杀城中小儿。擂鼓之法解了此难，却又引来了妖怪。他有法宝护身，我无可奈何。你既有胆来，恳请助我。那怪就在下方沙海之中，请务必助。那怪就在。
放贼，接着我来。满城百姓感谢不尽。